万科 A 在1月22号晚间披露了重组进展，称停牌期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市场的相关工作正常推进，取得一定进展，已经和一名潜在的交易对手签署了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作意向书，同时呢，与其他的潜在对手方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和协商，公司的股票将会继续停牌。